有亲近我的人，就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。所以，我们人的生活的过程，实际上一生，你好不好，全是你自己造；生命的好坏，也完全是你人自己造就的。啊，不要去怪别人，不要怪父母亲啊，把我养了这么好的、不好的啊习惯啦、毛病啦。 也不要去怪朋友啦。你这样死的时候，你是左也恨来，右也恨，你最后就是恨死的了。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经常讲的：“我恨死他了。”当你别人，你把别人恨的死了，你的心就死了。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人心死，就是恨而造成的。他没有看到。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无常的，可以变，所以不要去怪别人，因为我们的心念不好，所以我们的心才会贪恋；因为我们的心中有虚幻，所以我们才看到的事物才会有假象。因为你的贪念，别人才会来骗你；你不贪的人，别人怎么能骗到你？ 虚幻的假我，让你整天的在面子当中放不下。想一想，你生出来你是谁呀、啊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里也是很要面子的。现在面子在哪里呀、啊？不要造成自己的命运，每一天都在发酵的腐烂啊！因为每一天想不通。 会让你福报锐减的，福报就慢慢没了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小时候算命说福气很高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福气了？因为你每一天在烦恼、在痛苦当中，他不停的在消耗你的福报。因为我们的心从不好到更不好，到越来越不好，到一直不好。 这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恶念开始。如果你的心从不好到好，把恶念慢慢的转换为善念，由恶转善，由邪转正，由迷转觉，由染转净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。 啊，我们说精进的一个概念，你脑子里充满着每一天向上的精进、觉悟啊、干净啊、正啊、正能量啊，那你就会越来越好。就像有一个人在走路一样，啊，别人告诉他这条大路可以通向你要到的目的地，你非要走小路。 你走的小路越走越找不到路，越走越害怕，最后你会找不到路，最后你可能会跌到悬崖里，因为你不认识这个路。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条大路你只要一直走，你一定会走出去的，你就慢慢的走，哪怕再远，感觉到它再难，这么长，那也是一种假象。 因为在你心中创造了一条真正的智慧之路，你先要借自己的这条智慧之路来改变自己。我就坚持的这么走下去，所以一门精进，让自己获得智慧，永远。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哪里错误了，我先改。这个地方我错了，我就改。到了另一个位置上，啊，这个问题上你又错了，你也改。你对了，你可以继续。你修邪转正了，你有恶念转善念了，那你慢慢的正念现前，那就在你的意识当中，六世田中八世啊。 和七十天中都会种上善良的种子，每一天在善良的种子当中走着，享受着啊这个丰收的喜悦，那就是我们佛法界经常讲的叫返璞归真。所以人很需要返璞归真。我们人啊，愚痴颠倒，那是我们人的本性。 但是我们有佛性啊，去改变我们的愚痴颠倒。所以，由于因缘和福报的差异，有的人众生呢，今生今世就能得到救度；有的众生呢，来世他才能得到救度；有的众生呢，要在很多。 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，才能得到救度，这就是你的福报和你的因缘的差异。啊，福报有前世也有今世，因缘也有前世也有今世，看你怎么用。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佛法，啊，甚至还诽谤佛法。 那么我们学佛人，有的时候自己明理了，我们要去不厌其烦的去帮助他们，尽量不要舍弃他们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他们有一些交流的机缘，啊，但是这些机缘实际上也就是擦肩而过，他不珍惜，他就失去了。 而你没有去做，你失去了一个发愿发心救度别人的一个机会，啊！所以经常要心里想，愿他们将来也能遇到佛法。你这样的发心在心中，会让你增加福德和福报的。经常要这么想，处处要发善心，处处要。 结善缘，这样，你就将来的恶缘就少了，善缘就多了，利益众生的范围就大了，就广了。所以善待众生，众生一定也会善待你。啊，你觉得他不好，你整天的去伤害他，众生也不一定知道，这完全都是心的感应。 所以，有的时候一句话、一个表情，你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恶和你的善。所以，你有好的感，就会有好的应；你有不好的感，就会有不好的应。所以，感应感应是有感而应。自己一定要好好发心，学佛做人，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。修大乘佛法的人。 更应该懂得怜悯、慈悲众生，这也是一个敢于啊学佛人需要做到的。所以，一个人我今天要学佛了，我就必须正信正念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啊止于一念的时候。 啊，在一念的时候就是很干净的一个念头了。啊，我就学佛，我什么都不管。你的心性简单了、单纯了，然后你的人生就变得，啊，不会变得这么复杂了。然而，当你的心性啊，天天杂念横飞，你的生活、你的命运就该的开始变得复杂。 所以，用正念、善念去想别人，经常去想别人，你心中没有计较，啊，你已经拥有了慈悲了。把别人都往好的地方想，你不会执着；你把别人都往坏的地方想，你会执着着恶。那么，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，形成一种自然。 那你就是不执着善，所以这叫不思善，不思恶啊。因为我看别人看到不管是谁，我都把人家作为一个好人，一个善良的人。你就是不执着与善啊，所以无善的人也无恶呀啊。你就是今天没有善啊，但是你也不能作恶。 很多人一辈子，他失去了很多的善良，但是他保护好自己，他也不去伤害别人，叫不施善、不施恶也是一种。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没有了善良，他缺少了慈悲，然而只要心中有恶念出来，他控制不住，他不知道这是恶，他很快去做了。 因为他会接纳所有不对的道理，他会认定这些邪恶的道理是正的，因为他心中没有善良，没有正念呀，所以你他就永远接受不了别人不同的道理。从心理学上来讲，从佛学的哲理上来讲，就叫意识的障碍，啊，意识有障碍。 所以你看，有些人把别人总是往坏的地方想，他的意识产生了障碍；还有的人总是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，他的意识就没有障碍。所以，我们的心性有的时候很细微，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去把别人想的很复杂，而不关自己。 就像有的人，你叫他说别人的缺点，说别人的毛病，他可以说成一大堆；你让他说自己的毛病，他说我很好，我没有毛病。你们说这种人有没有毛病？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发现自己的毛病，那么他的因果一来，因缘一来，他的起心动念。 就学会了习惯性的保护自己为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找理由来否定别人。碰到什么事情，先习惯性的保护自己，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对错，而只是纠结在一种习惯性的啊保护自己上面。 然后因果一来，因缘一来，他首先为自己来考虑，我对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得利，会不会啊啊失误损失？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邪念呢、啊、贪婪呢、啊、魔性啊、自私。如果一个人经常能看到自己身上有毛病，这个人就是在绝。师傅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啊，有一个。 啊，小和尚经常做错事情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哪些是对，哪些是错。”结果他的师父就跟他说：“你如果出生生出一个念头，是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啊，你就放一颗黄豆、黑豆放在那个碗里面；如果你滋生出一个好的念头，你就放一颗黄豆放在那个碗里。一个星期下来，你可以看一看你的。” 黑豆多还是黄豆多？第一个星期，黑豆一碗，黄豆只有一点点。他才知道一个人的意识和他的意念当中有多少肮脏的东西。慢慢的，他才变成黄豆多，黑豆少。我们人就是在转换理念当中在修行，就是在认识自己当中在修行。 就是观察自己，啊，自己的业障、自己的不好的那些觉，你有没有觉悟？所以观自在菩萨就是能够经常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。